东山硬不走，国家级重要的无形民俗文化资产啊，一年一摆盛大举办。老有够侪咯，你甜起呢？哇塞！有够侪人问你吃蛋哦。是啊，来迎接咱正礼妈来入庙。啊，咱即摆这香炉的路程啊，嘛已经算是到一个终点站啊呢。对啊，啊到这，大家哪胖棒跑啊，哪缀着正礼妈安尼来行。啊，咧全部的人员呢，拢嘛已经要来入庙啊，来去把迄正礼妈迎上，等起来回娘家呢。对啊，我安尼看，真正是东山的大代志呢。是啊。厝边隔壁啊，全部的人拢在安尼出动啊。透早看啊，阁无遐济人哦，啊愈来愈济。自日时行到暗暝，山脚到山顶，再搁对暗暝行到天光，万人的信徒和尚啊，只为了陪正二妈行这桩。哦，我看这迄队伍啊，已经陆陆续续来到庙埕遮，哇，金钟应该嘛差不多到啊。讲真啦，金钟安尼一桩安尼讲来，这不简单嘞。对啊，我觉得不是靠体力，是靠意志力。是啊，真的。讲真，今个我嘛破家己的纪录啊。一年只行这一摆，不做嘛专用的新桥，自细顶换大顶，唔是要比派头，而是有别款原因。大四甲这个县市桥，哦，咱来到这个所在，哦，已经着较平路啊，哦，啊，较平啊，咱即阵了，特别准备直接来咱的东山咯，要来市区，啊，所以呢，爱甲服装嘛换一顶，哦，八人大轿，哦，一进市区，风风光光的回到自己的庙。你行速来得紧啊！哦，我这拢奶超。奶超会。是，哦，这是阮东山县市管理服装。回来飞山，这份事呢来过年，这是一年当中同介重要的代志，比过年较重要，较重要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我想要趁这个机会，啊，顺山呀爬山，顺山替正你妈呀服务，我嘛想要跟桥，我要跟开船。你这样子，你坐我嘛，你坐。好，我坐你啦。哎，我坐你啦。你做嘛吼？做原来是段家，了后是有交代东西，即个做你印象事啦。哦，我们爱去带带东西。所以讲，即逝安尼起来，算讲是正你妈转来后头厝吗？哇，我准备分桥啊！正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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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桥。啊，身体不正多啊，要八十几岁啊，要九十岁啊。来配县市正二妈的大日子，东山地区吼，拢会吸引几落万人啊来参与这场闹热。是东山配县市观音不走正二妈要出门的大日子，莫怪吼，对透早开始呀，唔那敢那是东山市区是安尼人山人海，甚至讲吼，含通到这个关阿岭的金头山山路顶啊，嘛是拢满满的信徒，也唔过想袂到半仙的吼，我跟过这尼啊侪神明啊，
这条乡路哪会拢是山路？头先在有啥物活动啊？呢，恁今下了解者啦。走路就紧的啊，用走的。朱会长，朱会长，哦，恁行速哪会得紧啊？对啊，哦，我这拢奶超。奶超会。是。啊，你今下到底是啥物活动啊？呢，那这么侪人安做伙来爬山啊？哦，这是阮东山县市管理合作。伊要回来爬山，去分析呢来过年，这是一年当中同介重要的代志。比过年较重要。较重要。较早我看到伫光桥的时阵啊，伫廖景的时阵啊，人讲的拢是文桥啊武桥较济。我即摆看到的是四连桥，讲起来应该是袂遐硬道，应该是较轻松才对。我想到啊。朱会长，是，因为之前啊，阿成啊，有去关都府压光桥，啊，有一个代表作，啊，今仔日啊，我想要趁这个机会，啊，顺山啊爬山，顺山替正你妈啊服务，我嘛想要光桥，真正有影吗？真正有影。你讲你讲假假？我讲真经啊。啊，你要讲偌久？几抓？几抓？几抓？你确定？大家拢好好。后边应我吗？后边还搞半另外就一片凶啊！虽然我即马就足喘的，但是我坚定，我要扛几抓的。你这样子，你无米，你无米唔通留人客咧。我写安尼，我无去讲生笑的。好，真正好，啊，你拼落啊！好，组长。哎，今朝的袂歹哦，咱阿成的吼，咧盐水大将庙地藏王菩萨了境的时阵啊。靠家己的肩胛头，替家己拍出名声。想袂到，这一摆你资源换你哦。严哥吼，唔是半仙的吼，我看你无啦。只是吼，你较老，身悬较悬，所以吼，叫的重量啊，拢会跌在你身躯顶呢。安尼，你敢有法度？我帮你提，我帮你提。无可能啦！无可能哦！无可能这个！哎，大哥，你有看我足虔诚的心哦！无，稳当当。你干嘛？今朝有办法完成这次的挑战吗？应该可以的。哦，应该可以哦！哎呦，大哥有给你鼓励哦！大哥很看好我哎！对呀。当然啦，你较少年的哦。对。来来来，放开我了。卖啦！卖，我跟你讲，我以为会多。你更加多啊！需不需要慢聊？慢聊慢啊！慢聊。Go！哇！看这样搞关心哦！啊不，你往另外边过呀，换这边过去啊！对对，我拢用家啦。对啊，你要自己换，换过去啊！哇，这你看，这侪人安尼拢跟咧行，哎，这速度真足紧的呢。你若是无对好点吼，就险啊就会跌袂了。哥哥，钟小姐，你是参加过几届安尼啊？我这届第三届。第三届？自细汉就知影，啊，大汉开始参加。所以这嘛是算你家己一个。姐从小的一个回忆到现在，对，没错。哇，阿你袂忝吗？袂啊，袂啊，袂啊。对，我做嘛难过。哎呦，水啊，真的呢。我做伫咧边啊，对不？对。哎，金州，哈，你过来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还可以吗？我还可以，我俩顺风力道跑啊呢。无啦，我伫边啊，你帮你维护你的安全呢。水，哦，不然就这大哥弟弟问我。干啥干啥？哦，足感动诶！这么高，你即马啊，光差不多无到十五分钟尔咧。无够吗？啊，未够啦，对不？伊都还袂换班咧，对不？哎，啊未。你拄讲诶时阵，伊才拄换班咧。好，对不？卖想遐济，好啦。换两班啦。卖讲，迄兄弟无停力的吧？我帮你唱歌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对啦。不管是光脚或者是陪不做马做伙爬山吼，本来啊都是一件快乐的代志啊。虽然上山的山路这么艰，也毋过做伙流汗做伙行，沿路啊哪讲哪运动，也个会用个熟悉朋友。不过东山观音不做啊，上山花撇分时吼，这个国家认定的重要民俗啊，参加的人数吼，一年比一年更加多。吼吼，哎呦喂啊，今朝的啊，你真正袂歹呢。这尼啊行，这尼啊歹行的山路吼，你拢坚持完成得要四分之三咯，搁加油一下，真紧就到啊嘿。别搞啊啦！别搞啊！六分钟。我会使呢，我真正会使呢。水哦水哦。哦，先休困啦，先休困啦。大哥，谢谢呢。会长，做会员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即摆是先暂时休困一下咧，哈。是，因为咱较多拢爬行嘛。嘿。哦，啊，即摆大家小休一下，啊，较等继续行咧。哦，继续行。是。啊，你等下这条路安尼爬起，够有偌远啊？600公尺。哦，600公尺，哦，所以咧就嘛是同款即爬路嘛，对嘛？对。哎，金总。是。好消息啦！哎，会长讲够600公尺尔。哇，真正好消息呢。哇，要到啦！经过啦。对啊。
有坚持有差、啊。所以等下佫继续安尼行起去就够嘛吼。无呢，咱来行伫遮来去。等下，佫飞落去。那你超前够有一条路？哦，因为咱的乡路伫这边。过站唔对啊，我看大家拢行这呢。哦，哎呢，咱乡客哦，伊那骹路骹无好，伊会当行伫这去。但是咱福州嘛，伊也照伊的乡路。安尼借问一下，啊，这条有啊？一杯。一杯。1.2公里。不是公尺，是公里。1.2公里。啊路嘞？路是安尼才好行吗？石头路。石头路。哇。就是高路就对了。是。恭喜啊，嘛是恭喜啊！继续考验啦，对不？我嘛恭喜我家己啊，行落啦。这条福州嘛要互你考验嘛，好，对不？啊，经过啦，好，好不？直直安尼到最后。啊，歇看久。正得要来行。哈？等嘞，还未三分钟嘞。不用困啦。因为我爱赶紧。啊，赶紧啊！已经中道啊。继续行。继续行。1.2公里，会使，金钟，你可以的。来吧，来。大哥啊，啊，为什么他都有迄柏油路靠行的路，歪行啊，行这种路哈？这是有种嘛原地古路。原地古路。乡路就对嘿。哦，伊古早伊乡路就是这条安尼哦。哎，就是变了变了崩去啦。哦，啊，你是意思是讲本地是够另外一条安尼啊？伊是咧拄仔用拍波迄个吓一条，古地迄条吧，头顶条啦，迄条起来啦。哦，伊为只接起来，啊，伊遐放起啊，所以就改行这条安尼。古地为只条起来啦。哦。哎，所以咱今日行的这条全部拢是新的，无行过吗？哦，所以嘛是第一届呢。古这条啦，这条啦。哦，迄边啦。对。哦，哎，够神奇条！伊讲迄古早迄古路就是这条啦，伊的乡路就是这条。啊，因为迄头前啊，迄路有放起啊，所以才为迄一般迄半山腰安尼，为迄路嘛是安尼行落来，啊，才完步的迄高路安尼啦。哇，所以这真的是无简单嘞，才安尼背关背过啊，而且佫足粗的呢。我看今朝吼，这道真的有超到。俗语咧讲吼，食苦当作食补啦，更加何况吼是替正二妈服务啊，绝对是心存欢喜，陪正二妈回避分析。记者，哎，他拄啊爬行这高路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原本拢是足大条的啊，有法家湾啊，啊有足大的斜坡，真正无想到行这高路呢。哎，你啊，他拄啊，迄路真足粗的嘞，刹车也不好刹车，啊上坡的时候也不太好上去。但是我听大哥因讲，较早拢是行款的路啊。但是吼，因为我头拄有伫后边啊，头拄听着迄乡客伫遐咧讲，哦，阮这爬这搁算轻松，迄公交车无简单嘞。啊，尤其是你，搁无弯嘞，哎，你无简单哦。有人甲我鼓励就对啊。嘿啊嘿啊，有人甲我鼓励啦。足感动的呢。是是是，啊，你会跳无？哈哈哈！摄影大哥嘴巴张开开的讲，我跟你讲，这摄影师已经换第二个了啦。对，这换第二个啊，跟你讲，够境界就贵啊。哎，在在。是哦，有志者是什么？是进城。不是，有志者是加成。是香蕉啦，不是香蕉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撇分时就已经伫咧头前咯，紧做诶！为着不做嘛，甲沿路想要软球脚的信徒啊，你一定爱继续加油嘿！我看这些队伍啊，已经陆陆续来个表弟啊，是啊，其实头前嘛是足侪镜头的嘞，足热闹嘞。哇，今朝应该蛮差不多到啊。我即摆叫伊来啊，我看到啊。大家拢想要来听替这正礼貌来去服务安尼，对无？有㖏啊，我拄则更是好惨呢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你嘛更较久啊，嘛爱小心点啊。对啊，大家直直甲我问讲，要换手袂？要换手袂？一方面是担心我忝嘛，一方面是有迄个人情爱更啊。哦，大家嘛拢想要来服务一下。对啊。但是讲真诶啦，今朝安尼一撮安尼更来，真无简单呢。对啊，我觉得不是靠体力，是靠意志力。是啊，已经我感觉安尼完成度应该嘛是99%吧。真诶啦，因为他拄啊。那行的时阵啊，就侪人拢讲哦，迄肌肉破纪录啊，破纪录吧。对啊。哦，安尼，阮安尼，单纯安尼行就真忝嘛，啊，中间会愈忝，啊，无歪，更加厉害。哇，真的。讲起肌肉，我嘛破家己的纪录啊。第一次
来这边这样子帮忙服务哦，就可以破自己的那个体力、意志力，哦，永生难忘。哇塞！人问你的家蛋哦。是啊，拢来迎接咱正年嘛咧来立标。啊，咱即摆这香炉的路程啊，嘛已经算是到一个终点站啊咧。对啊，啊到遮，大家哪胖棒跑啊，哪缀着正年嘛咧来行。啊，咧全部的人员咧，拢嘛已经要来立标啊，来去把迄正年嘛迎送回去来回娘家咧。对啊，我安尼看，真正是东山的大代志呢。是啊。厝边隔壁啊，全部的人拢在安尼出动啊。透早看啊，阁无遐侪人哦，啊愈来愈侪。经过六点多钟的路程，观音不祖正二妈总算是回到火山撇魂师的新房内底，接受信众的参拜。撇魂师这个后头厝啊，嘛以诵念经文的方式来替不祖洗尘。然而沿路吼，一直听到人咧讲回娘家，回娘家，敢讲观音不祖正二妈是对火山撇魂师魂灵到东山撇现师吗？做嘛吼，做原来是住伫遮，啊，有一个时间的时阵，差不多一八四几年的当中啦，啊，有讲要讲要出去住东山，住伫遮了后是有交代当时的这个做李应祥的事务啦吼，讲要爱去住住东山。所以讲，即逝安尼起来，算讲是正你妈转来后头厝吗？嘛是差不多十点二十，你看，这么暗嘛，搁这么侪人，安精神很好，安拢，他拢唔免困的感觉。你好，拢无去。麻烦你了，阿兰的第二个。怎么样？你拢没困的呀？圣公是这么慢。回来后头厝吗？啊是啊是啊。哦，娘家。回娘家啊！我嘛伫过年的这个时阵啊。是啊，因为大家过年嘛拢爱回娘家，像你妈妈没回娘家。对。我今嘛才倒个回銮。啊，回銮。回銮哦。哦，安尼讲较对吼。当时对我感觉，即个安尼沿路安尼行过来，行到袂停车，我感觉其实感动的。因为我看到这侪迄阿妈阿公啊，拢安尼缀咧行呢。对，走嘛，真正灵感。所以，予这信徒安尼感动着，我伫一东甲一边吼，我较辛苦来行这个来报答，懂吗？对我的庇护。哦。因为即摆老人较少啊啦吼，变成少年人嘛过咧行。嘛是一个小朋友的呢。对啊。这是细汉嘛有呢，啊遐大汉的拢嘛有。而且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啊，这是国家无形的文化资产呢。对。我呢也当来参悟着，今天最大的荣幸啊。真的。其实吼。观音不祖正二妈当时离开火山撇魂师，来到东山撇仙师啊。根据文史工作者黄文朴老师的考察吼，也佫另外一种讲法啊，是因为啊火山撇魂师惨遭祝融，因此啊应上仙师啊，请到观音不祖正二妈来到东山撇仙师。所以每一年伫要过年的时阵吼。信徒都会陪不祖妈回来后头厝，啊，为什么会选伫咧十二月二三呢？因为二四号吼是上神的日子啦，信徒拢爱无用处理的代志，因此啊，选伫咧二十三号，较袂去影响到大家无用啊。所以吼，直到旧历十二月二三，东山拢会用咧讲是全体总动员来参加这个送观音的活动，由此可见吼。观音不祖正二妈伫咧东山人心目中的地位啊，是偌尼啊重要哩。撇魂师即马是佛教的庙宇，虽然无太侪顶头来参与这场闹热，但都是以庄严的诵经仪式
来中青不走马，回来后头厝。无论是甚么款的方式，只要是诚心诚意，信徒的虔诚，一定拢会用的，让不走马感受到。请起来，咱结婚时，咱今仔爱甲请登到阮东山啊呢。啊？啊？今仔日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为原路安尼落去？哦，无同款的路，佫较远哦。意思是讲，佫要更久就对啦。是是是是。哇！啊，我有听讲，叫你有答应阮，讲要甲阮斗更，这个礼物还送予你。礼物哦？是。是表现好有礼物吗？对对对，麻烦你去换衫好不好？哇！是安尼哦。我了解，因为这今仔日行了。才会算是迄行全程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无怪今仔日人遐尔济，而且我拄则看后壁够有工呢。哦，而且包括呢，咱山口一个砖头，哦，因专工哦，这个顶头经过因的砖头啦吼，啊，伊呢哦，非常的诚心起来，只带咱的顶头经过因的砖头呢。啊！哇！带路，带路，带路，带路。啊，咱一般毋是拢伫家己的砖头门口，也是家己的门。啊，伊个砖头内底安尼来迎接就好啊嘛。对啊，因为要表现讲，因对佛祖妈这个崇敬、这个尊敬啦吼，啊，所以伊亲身来到伊个这个祖庙才接伊转去。哦，啊，哎，这就特别，咱第一届听到是安尼迎接的方式安尼。啊，即卖是拢已经在准备了吗？啊，拢已经在准备啊。哎，你看，啊，够一个又叫来叫来啊啦。哦，哇，这是一个做特别的贵宾来啊。贵宾。对啊，这间幽宫啊，哪会这么啊搞嘞啊？神尊来到辟魂寺以后，全部的人员也搁来到祖师爷厅来拜拜，而且只有因的轿才伫正殿内底，敢讲是感情上高的交杯庙吗？因为你敢知阮这神尊吼，阮这个就是只个开基祖师嘛。伊祖师？啊，为啥物开基祖师会伫遐遮尔嘛边啊？偌久以前我唔知啊。这个佛祖嘛是祖师公按大陆爱拜。各位善信大德啊，咱这位高雄德阿港文兴宫副主委讲的开基祖师吼，其实就是当时请到正二妈去东山的应祥神师。根据文兴宫的讲法，这个应祥神师完结以后，伊的魂魄降伫咧这尊清水祖师的神尊内底。甚至苏东时应祥神师请到佛祖妈行的山路，就是东山也不做这个活动咧行的故乡路。所以每一年正二妈的大日子，文兴宫的清水祖师当然爱转来祖庙，替正二妈做前锋官，开路回到东山辟贤寺。即马这个时间，刚好是正月初十的子时，正二妈。甲要做伙落山的神尊，拢请出新房咯。等到头人禀告结束，观音不做正二妈，就要正式回到东山辟贤寺咯。Thank you.
清水做事啊，嘛是伫遮尔歹命安尼。对啊，啊了解这个故事了，你知影。所以啊，因为啊，咧遮尔歹甲清水做事啊，一直弄出来，所以表示讲。咱咧活动诶，就要正式开始，等下就要来开始落山啊！是，等下就要出动。哎呀，哎，即马是差不多11:20，你看，遮尔暗嘛，搁遮尔侪人，精神很好诶，拢，敢若拢毋免睏诶共款。对啊，拢无去睏。麻烦你了，啊，咱个第二届，怎么样？你拢免睏诶啊？我咧困到未眠，困未到未。凡是咧，我阿公阿妈嘛是住咧较庄卡啦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基本上都是看完台湾台的节目就准备要好休息了，但是现在已经要到12:00了，整个撇分丝的庙埕游玩满满都是人，而且在外面还有整排的人等要软桥脚的stop， 排队软桥脚是不要紧，但是为什么人手一支笛啊？哼哼，看吼，秘书敢那暴露啊，踮遐伫行来行去的。我的妹在遮。来呀，老妹，来无火把呀？有哦。火把。来啊，火把要无？进来，进来。火把，够人买无？是啥物火把？这是要送啥物啊？火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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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两个无哦？无嘞。暂时给你们了，叫你好，哎呀 ，OK 啦，这人家就热情的，啊，你现在骑到拢有火把呢，我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但是讲为什么爱骑这火把？我嘛不知啊，看大家骑，我就第一次啊。我知啊，但我听讲这应该是叫很多类哦，有咧骑火把无？啊，你较早是拢无去骑过，啊，所以火把就等于是灯火。哦，照亮神明的路安尼啊，哎啦，替神明来照路安尼啦，因为安尼几条山路啊，安尼暗暗的，哎，好，哎，你再跟住啊，我刚刚咱一人一支火把，这种感觉在请求神明的，这样哦，这刚刚请求的神明该引火晚会舞啊，你像我觉得如果全部点起来的话，士气会很高啊，对啊，啊，哦，出发喽，对对。叫你妈来去安尼夜游咁搞喎，有啊，哦，感觉就好诶，好期待哦，今天就特别接活动，但是我当然应该是用唔着，我当然用唔着，就内吼，阿派姐，你给我没收，好，我专心扛脚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离观音不做正二妈指示的出门时间嘛愈来愈晚，当现场的贵宾甲火把点到开始。所有伫咧火山撇分丝的信徒，拢是打起精神，准备陪佛祖妈落山，回到东山撇仙寺。严格本身咧，我听讲落山登去东山撇仙寺的这条故乡路啊，沿路 special 听讲是满满是啊。到底阿星会发现什么惊人的秘密？另外，啊，咱今朝的敢有法度顺利完成这个将近24小时的考验呢？哇，即马信徒足侪，全部咧等下要登桥卡呢。即马遮尔马的桥已经来啊，等下我就爱落去扛啊，啊扛全程的啊。在是盖遮啦，我即摆就难想象，即摆已经过百米在里点啊呢，人讲你点尔济，嘛因为大家拢伫个软桥卡，所以也非常的顺利，我去甲信众安尼打着。哇，大哥，即摆已经行出庙足久啊呢，啊为什么人讲遐尔济哈？软桥卡的人绵延不绝呢？还很多，哦，差不多过瓦久的时间，软桥卡的人在慢慢散去。没有办法预估哦，哇！其实看到啊，遐尔啊侪恁桥卡的信徒啊，我才知影讲啊，咱桥办人员辛苦啊，因为我之前无安尼参与过啊，我即摆安尼讲才知影讲，都要保护大家安全，啊，拢都袂使去撞着，啊，有时候举高举低的都是为了大家安全哦。真少诶，半仙诶吼，我定定听你咧讲怨叹家己哦含万讲话啦，所以希望透过行动来争取庙会内底所有信众的认同。虽然正尼玛这条回家的路真正歹行啦，也毋过半仙咧，我相信只要你坚持啊，一定会用得到大家的掌声哦。那后壁真的很像那个萤火龙，有无？每个人拢提一个火把呢，啊！你看边嘛是摆满满的人，啊！你摆遮是咧弄桥卡对无？对啊。哇！你看，
哎，为庙迄门口哩摆佫摆到后边呢，哎，摆到长个呢。几公里个啦？几公里个遐？哎，你看后边已经嘛有一群人提火把，今日人敢足济足济呢哦。哎呀，真是闹热闹。我古下午对伊讲个大桥遐，请一尊神明落来，安尼做挽救的动作。但是迄尊神明是倒一尊啊？哦，这是咱配音师个正神嘛。哦，阿姨透早呢，哦，伫这个配音师出门，哦，来遮迎接正神嘛。哦，这个桥呢，来交伊交换。对，这挽救吼，意义无同。无同，无同。台北啊，啊，我台北嘛，昨天知一下。对啊，逐年拢回来哦。哦，你是我不是这人呀？哦，我们老母。哦，你老母是这人。山南。哦，你妈恁老早哪个快叫老公？认识呢？我认识哦。哎，你看哦，你阿哥咧出一下登山口来了来。对啊，每年嘛来来啊。每年我来哦。对啊，六十万咧，啊，无来啦。啊，你来几年啊？快一冬啊啦。啊，大周囡仔，大周囡仔来。啊！你做你了啊！行到即马哦！对啊对啊对啊！哇！你至少嘛五十年，有啊！对无？至少五十年啊！有啊有啊！较早嘛是用这火把啦，无做电梯啊，或者做以前都是火把。啊！较早行到即马行有啥物感觉？路较好。哦，即马路较好。路几多好咯？啊！这双个人哪坐哪来哪坐啊？啊！做嘛兴啊？哎，是啊，是大个来愈多啊，啊，每年愈来愈好个啦。啊，一年比一年搁较侪人啊！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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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今年安尼迄。听到迄叫唤啊，敢若有要将近一百个有可能哦。你逐年安尼行拢脚袂酸哦，行了脚袂酸。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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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，愈行愈勇行哦。行愈勇行，那少年啊。李钓诶，嘿，换一个好无？换咩啦？哦，金甲头。你来金甲头。好，谢谢。你来金甲头，来金甲头。来啦，就是你要提一个。我会使。好，我今晚可以噻。谢谢阿哥赞，谢谢。拄着班的人小来影嘞啊！大家有甲我关心，我就真欢喜啊！会当啊！请问一下，今晚大家已经换几班啊？第五班。第五班哦。嘿。啊，位头到今晚嘞？今摆位头都轮过啊，搁再轮啊。轮过，搁再轮啊，所以是有十一班、十二班有啊。十二班超过呀，超过啊！哎，啊，金甲头嘛，换只搁换兄，换只搁换兄，哎，好，哎，金姐，我来啦！今天拢无换对无？嗯，这个啊，有啊，有小休，有啊，小困者，小休困呀！哎，这真的嘿，这无休困者无可能的呀！对哦，因为这装会走，哎对无？讲正经的啦，辛苦的吼，那敢那是交班人员啦。所有参与这场活动的工作人员，人拢辛苦了。李正敬礼，请接受本席的我上届崇高的敬意。大家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进行过来赛吗？进行过来赛吗 ？OK，OK 哦，这里多谢。哦，阿姨，今天来叫你是负责什么哈？啊，那个码头楼啦。码头楼，哎是。啊，唔着船头诶。哎是。啊，所以是你家己来先行头上安尼，啊行到遮遐。嘿，有阮爸爸，阮爸爸嘿。你爸爸？都是位？是这位。啊，这位恁爸爸？是。啊，这位诶，今日有同我姓哦。嘿，这阮后生。你后生？是正港。诶，啊你唔着三代同堂？嘿，无唔对。啊，你拢行头上安尼哦？嘿是。哇！啊，爸爸你几岁？七十岁。哇，爸爸你七十四了。啊，你几岁？十七跟七十四，啊，拢做一件的对吧？哎，是吧？对。这是一个家族传承的吗？我正在想，伊真是佛祖之类的活动。对啊，你看到阿公跟爸爸安尼行，你有啥感觉？很辛苦。你看当年安尼，就是有很辛苦的。对。但是辛苦总是来的。参加咱的文化，哦，啊来，二来就是哦，就是咱福州的宝贝。我拢看比赛，听，哎，去怎么听的？哇，安尼圣节传，那是圣节节，真真正正传承的哟。啊，就安尼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安尼。安尼看安尼行啊，顾着你自己走一走，加顾你有啥物差别无？那个人逐年增加，逐年增加。我感觉这是越多人参与这个活动，是对，这就是重点，对，这嘛是大家唔忙的啦，对不？就希望讲大家会使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啊。
啊，你刚刚参加这个活动，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活动，就很开心，温馨团聚，对不？啊，还可以感受到爸爸阿公的辛苦安尼，啊，回去较友好安尼的。那是敢那看外在吼，真侪人啊会感觉东山行不坐，好亲像吼都是一直行路尔啦。啊，如果那是各位先生大德亲身参悟过，您一定会甲半仙的同款，感受到不坐嘛，伫咧这个被点点繁星所镶嵌的华丽夜晚中，被予信徒了解忍耐、传承甲修复。伫咧众人齐心协力之下。赢不坐的队伍，总算在黎明破晓的时阵，来到平地休息处了。正日嘛，在回到碧贤寺的路上，唔呐，敢那是伫咧刺通家换香，来到德维啊所体的时阵，拢会由所家的女性用新的春啊花，甲旧年献给不坐嘛的春啊花换落来，完成换花仪式。因为伫咧古早交通无方便的年代吼。即个一寡较偏僻、人数较少的庄头信徒啊，想要去到碧贤寺拜拜，真正是非常的无简单啦、啊。所以伫沿路留下不作马辟谣的信物，就会用咧，予信徒的内心有所寄托。信仰伟大的力量，更加是由此可见。咦嘿啊，换花这尼啊屁事的仪式，乃现场所有的机身拢熊熊有所感应啊！敢讲不做嘛？除了换花之外，还佫另外有甚物指示性？哦，因为这是咱开基祖师哦，伊这个啊，伊这个步骤哦，啊伊即摆起价，就是讲因为自暗时咱起价以后，哦，伊一路拢甲咱不做嘛来开路，哦，啊即摆咱开基祖师哦，要来甲。佛祖嘛呢，做一个告示，伊即摆要去乡镇的铜头前，吼，啊，伫遮要等佛祖来，吼，伊要甲佛祖做一个鉴别，吼，啊，伊要先往迄个镇头的铜头前去安尼。沿路上，三平祖师甲清水祖师这两位先锋官，拢形影不离，咧替正二妈开刀，也都是东山人心目中的三神共孙的习俗。严格神明甲神明之间，嘛是有神格为界的礼俗。所以，这两大先锋官决定赶到队伍的上头前，也就是路管内底山路的最后一个点，中洲那边江营圣家路。请咱东山二妈吼，咱妈妈来到中洲华侨吼，来拜，再拜，三拜。好，啊，咱就请咱妈妈吼，进中洲华侨，站回来。啊、我脚底有听到是讲要换轿，啊脚底不是换香，啊讲换花啊。什么？阿公的孙仔看人家激动，他、啊、这样子整个脸都是泪水，阿、啊、那激动了哭完。我不知道他的感觉是很不舍他阿公现在身体不好，还是说他希望跟江姨妈去故宫，让伊阿公的辛苦阿赶紧放下，爱当换较久的。而且其实东山是我们还没有理清楚，我是又被眼前的这个场景给震撼到了。这个啊，大四甲这个县市桥哦，咱来到这个所在哦，已经就较平路啊，哦啊较平啊，咱即阵了就要准备直接来咱的东山咯，要来市区啊，所以呢，爱甲服装嘛换一顶，哦，八人大轿，哦，就市区风风光光的回到自己的庙哦。孙公祈到了平地之后，那他的那个规格更加大，对不对？有请求公到不同的地方开不同的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拄则有对伊讲的大桥遐，请一尊神明。下来，安尼做换轿的动作，但是迄阵是名是倒一尊啊。哦，这是咱碧贤寺的正神嘛。哦，阿姨透早呢，啊，伫这个碧贤寺出门，哦，来这迎接正姨妈，帮伊阿轿来接大家。哦，等咱的姨妈来到这，哦，这个轿呢来交伊交换，啊，然后呢换正神嘛来坐这个西顶的轿，哦，那个为姨妈来开路，做伊的头前安尼来带路。所以这换轿吼，直接用换轿，唔是参照头前安尼换轿甲换花同款，是意义无同。无同款，无同款。哦。像你安尼小休困一下，人讲了真好嘛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。
对啦对啦，不管是上山下山，在山区撩景的时阵啊，用现世桥较好行。所以将不走马请上较细顶的现世桥。也毋过，因为中州搁较过去啊，就要进入东山的市区咯。那是讲坐现世桥吼，就无够庄严啦。所以啊，就由碧仙寺的三马啊，一顶大门桥来到这边，两位好姊妹啊，交换新桥，和正二马用个风风光光的回到碧仙寺啦。各位先生在得，恁甲看，不走马吼，一回到东山的市区啊，就受到所有信徒的欢迎。唔啊，敢那是拜案道、烧香兼拜拜，也有真济民众邀请外口的团体来留力迎接正二马呢。大哥，啊，拄则换桥的时阵，唔是讲要休困一下吗？啊，唔，哪会先开始啊？是因为有赶时间吗？还是讲？无啦，无通休困啦。啊，桥是安尼压起来的吗？行。哦，因为暗时的时阵啊，伫咧山路遐是连桥安尼举起来，较袂遐尔忝。啊，即摆即顶足重的呢，而且即摆到市区啊，要上桥脚的人愈来愈多呢。哇，比想象中搁侪足侪的呢。恁搭档拢安尼哦？哇，我强要昏桥啊！这毋是重安尼形容呢，放在肩膀上还会下沉呢。哇！健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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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今嘛一直想着讲，为虾米阿公的孙仔像你阿激动，啊这样子整个脸都是泪水，安尼很激动的冲过来。我不知道他的感觉是很不舍他阿公现在身体不好，还是说他希望看到叫你妈，他很兴奋的想要迫不及待的跟叫你妈去讲，可以阿公的辛苦，阿赶紧好起来，还当活较久的。我其实当时是都还没有理清楚。我是又被眼前的这个场景给震撼到了，其实我那看落来啊，感受很深。但是我是迄个孙啊，他因为我爸爸无伫啊，如果可以还原到六七年前的话，那个现场是我爸爸，因为当初也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生命很亲近。但是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希望讲。我马上也让这爸爸就亲切点光，可以多陪我们家人好一阵子。其实桥班人员肩胛头扛的，唔呐，敢那是一顶桥，搁较是一个梦想。沿途信众恁两个肩胛唔呐，敢那是桥卡，搁较是愿望。不然先呢，我伫只再次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讲一声，您真正辛苦了。谢谢啊！
分散的人啊，都是伫跩规家伙啊，安尼招招来参加呢，亲像迄头球无，三代相传，迄小朋友就会知影讲迄阿公、阿公爸爸伊的辛苦安尼，对，更加友好安尼。即就是讲啊，咱正钱嘛，咱佛祖嘛，伫咱东山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，大大细项代志，哦，拢会来求咱佛祖嘛来个庇佑安尼啦。其实我看安尼软桥卡上辛苦的就是叫班庭员啊。迄个软桥卡的时阵，已经讲十几点钟啊呢，拢无困呢。但是我感觉过吼，较多大家拢讲伊精神还阁做好呢。因为这是辛苦，这是皮肉上啊吼，这个劳累吼，啊但心理上哦啊是很愉悦的吼，很快乐的。而且我感觉这是真正食起来先苦后甘。对。你爱知影是安怎的辛苦，你才知影哦，原来家己其实足幸福的。对。我感觉这嘛是这个活动要教吼大家一个最重要精神安尼。家是温暖的避风港。是心中永远的靠山，是永远点着一帕灯火等咱回去的所在。信用是单纯的依归，是安定内心的力量，是混沌的心情上盖好的归宿。观音不祖回家了，沿途陪伴的是虔诚的信众，是坚定的信仰，更加是你甲我对文化永远的认同。阿祖的宝贝，让我来认识你，是天公的好意啊！关公的义气，土地公笑眯眯，咱来变义气，是绝对无心机。将心好台湾，将心爱台湾。台湾